你第一次关洛英的体验是什么感觉？说真的哈，我那时候一进去看到他的第一眼，完全就是一个诈骗集团嘛。咱这边是卖铁观音的呢，你门口贴着关洛英呢、啊？啊，对了对了，关洛英啦，看爸爸嘛，对吧？哎呀，这里哈，五路花财经啦，啊，你把你爸爸这个住址哈，死亡日期啦，在哪里死掉的哈，都写一写。这里的国家你怎么写台湾？啊我们不是台湾，我们是台湾吗？你要写台湾，你前面要加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，要帮你改这个五路花财经，很伤我的元气啦，要加钱的。咱即马开始关录音啦吼，来，啊这个是迄个啊，关录音啦，等下请那个法师啦，共产党神尊来帮你拜请一下。啊、哦、好哦，你的头吼，等一下要包起来，这样啊他也会包起来跟你一起跳。好，来。有请神尊。听说有两个师父嘛，对不对？你是说哪一个师父？第一个比较像一点点，但是第二个完完全就是诈骗集团啦。没有共产党，没有新中国。你出来包一个头巾。我哪知道你长什么样子啊？然后你知道最过分是什么吗？他叫我拿着香，他叫我要跟着摇，帮我拿下。啊，一心让我们走向未来，按着庙摇，帝国人主义驾着尾巴逃跑了，我的祖国你是大海，永不敢哭。哎、欸，奇怪哎，是我是客人，我付钱给他，我还要来帮你们摇啊？你们人手不足，怪我喽？你现在有没有觉得眼前一片黑暗，都黑黑的，看不到？有有有有有哈，没有刚法师跳那段舞哈，就不会进入黑暗。等一下，有点感应。你爸爸说哈，你以前不听话，很不孝顺呢。哈？你爸爸是？2021年走的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嗯，对呀、啊，你看我怎么会知道呢？不是我刚才有写吗？做这个法之后，你有没有觉得有对你有帮助呀、啊？讲实在话，他让我做完后，我心里啊获得了一个满足。原本是我的心里面是空虚的，我一直都觉得我爸他死了，我很难过。你爸爸走的时候是不是没跟你说钱放哪里，密码多少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现在来看你的元成功。我们现在要坐的这艘小船哦，嘿，来要渡河去找爸爸。我现在在抽取你的三魂七魄，你借我一魄一魂，要放在这个小船上面。啊、哦，来。现在要去找爸爸了，哦，要走，我、哦、干，法师还好吗？你爸爸很调皮啦、啊，在玩火啦，他玩船啦，叫爸爸不能玩火，不能那么调皮，知道吗？干、哦，这个意思就是爸爸不想跟你回来，你太调皮了。可是玩火者必自焚。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！可是法师，刚刚是你玩火、欸。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，对不对？这跟我找我爸有什么关系？那个师傅，我不是说那个骗人的哦，那个裹毛巾那个师傅，那个肯应该是绝对是诈骗集团啊！我说的是另外一个，他一直很用心的引导我，虽然说中间过程他拿香那边打我哦。但是他让我回想起了我以前被打的那种感觉，去靠背哦，会痛哈，哎呀，很痛哎，会痛就代表你已经进入那个状况，真的假的法师？有没有跟以前爸爸拿袖子要打你的那个感觉很像？好像有一点哎。我们现在做的是精神的连结啊，起码我看到光了不？哎，有有有有哈，来，有没有看到一道门？现在光已经渐渐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的连结要断的啊，那怎么办法师？要加钱，我的。元气快不行了，适应了吧？好像适应了。这个叫做夜适应。来，有没有看到一道门？有有有 有一道门哦。有没有看到天安门？来，有就说有，有有有有有有 有看到天安门。来，把门推开，我们把门推开，我们做一个推开门的感觉啊。来进去，哇，腥风血雨。靠，那个好像是什么坦克哎？对，很多台坦克。哎、欸，有有。前面有没有站一个人？有有，那是有，那是谁？那是你爸爸 啊！我爸爸，来，我们一起来纪念爸爸，来跟爸爸说谢谢，来，谢谢爸爸，谢谢爸爸，你跪，
谢谢谢谢。两跪，谢谢谢谢。三跪，有没有看到爸爸被碾过去的？那我要怎么问我爸爸钱？你爸爸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你没有写清楚哦。我们今天关录音看到的结果是爸爸被坦克车碾过去哦。你上面写什么？乳癌末期，转移子宫颈癌。你在写什么啦？没有，医生这样跟我讲的。你遇到庸医了啦。你这一辈子齁都会遇到一些诈骗你的人啦、所以我们交友看人要谨慎啊。法师，你是会骗我的那一个吗？那个神棍最后面来，你看我穿这件衣服，这件衣服就是那个神棍最后面他说他送我的。你几年出生来说？83年。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83这种东西。1994，94年嘛。你爸爸89年那时候陈淑华的《梦醒时分》那首歌，刚好就是你爸爸坦克车碾过去那一年。你是怎么在爸爸被坦克车碾之后，又去得子宫颈癌还有乳癌，然后又把你生下来？然后你上面写爸爸2021年死的，这就不是你爸爸。那我爸爸是谁？被坦克车碾过去那个才是你爸爸。我刚刚不是抽走你一魂，你破碎，你现在很劳累。对对对对。我现在要晃回去，你就会清醒。晃，有没有被东西打到的感觉？有。有精神的哈、哦。有。2021年的这个爸爸是假的，必然是假的，也不存在有没有财产的问题呀、啊。我扣零啊。怎么了？那我扣零啊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爸爸是习近平呢？哈？我爸爸还活着，直到现在，我终于了解我的爸爸到底是谁了，就是我们伟大的习主席啊，中国20大变三连任那啊，他是我爸爸。因为你一进来，我就觉得哦，有一种亲切的感觉，有很安详，看到你心很静，很平静。所以习主席拿过藤条之类的大逆是吗？那可能只是我印象里面的感觉，他那个感觉就是让我有一个很亲切啊，有那个抽插的感觉的味道，心里面获得了一个舒坦。我爸爸也是习主席啊。那我跟你是兄妹关系啦，我是哥哥，你是妹妹。我是妹妹。我们不可能啦，你刚刚进来就色眯眯的看着我，咱不可能啦。我现在要跟你解释为什么你爸爸是习近平。来，我们刚刚写那个袁成功的时候有写到你的国籍嘛？有。国籍是不是你自己写的？中国台湾就是你写的呀、对啊，咱拢是中国人嘛，对不？中国现在有14亿人口，华夏儿女都是习主席的孩子，对不？他是我们的父母，习近平养活我们14亿人，中华文明、华夏文明5000多年呢。你敢在以前黑秦始皇，伊嘛是习近平的查某囝啊。他是我的，他比你早出生吧，所以他是你的姐姐呢，对不？丢。我吓一跳，原因不是因为我知道秦始皇是我姐姐，我爸是习近平。我活了这么久，我才知道原来我是女的。坐在我对面的竟然是我的哥哥，我真的是获得了一个满足哎。但最后我哥哥还跟我收钱了。我是台湾的，台湾中国的，台湾省花莲的，练10遍哈啊！我现在开这个药方给你啦啊，你自己回去要抄哈，抄写我刚刚念的台词。姜灰放在这里夹着，刚那三明治赶快呢，丢吧哦。吃过三明治啊？吃过。啊，这个船呐、小船摇摇晃晃呐，烧干净，去买一个麦当劳的可乐，倒进去，拉拉喝下去，1天3次饭后吃啊、你会越来越富有。那你喝完之后，你觉得有效果？每一天呢、都让我在我的梦里面看到我爸爸习近平，还有 Surfshark VPN， 它可以在65个国家可以做使用，它有3200个服务器，而且啊，它可以在一些地区啊，如果说有限制你观看 YouTube 的影片，串流平台也没有，我就可以使用这个 Surfshark VPN， 我可以直接把我的 IP 注册到韩国，注册到美国，那我就可以看最新的美剧跟韩剧啦。我今天我买了这个一个账号，我可以分给多个人使用，我可以给我的哥哥，第一个骗我的那个神棍，再来我也可以给我爸使用。而且我们在使用这个 Surfshark VPN， 我们不会被追踪，也不会被收集起来我们的个资，它不会擅自把我们分享出去，会把我们保护起来，避免我们的个资啊泄露出去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当我今天买这个 Surfshark VPN， 如果
使用过后不喜欢，还有30天的退款政策，让我们可以在使用过后不适应，我们可以把它退掉。现在输入以下连结，或者是输入我们的优惠码，你就可以享有1.7折的优惠，并且啊，你订购2年的方案，我们送你免费3个月的使用哦。还不赶快购买这个 Surfshark VPN， 让你成为全球的领先者啊！哈哈哈哈！要收费了，很便宜的，1000够，有多少就是多少了。当然，这种钱刚刚说的钱是万恶资本主义的，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好。那边是我今天的全部了啊！我要坐车回去。刚说了，前面写是什么？五路发财经，拿给建车司机，要叫他找钱回来啊！等一下，法师身上那一件跟着挡走衣服一样会送给你，穿着出去右转中山捷运站去搭捷运搭回去。好，我等一下会跟着你拍，你要穿着哦。谢谢法师，谢谢法师。那喜欢这支影片的就记得订阅我们，不喜欢的那就封锁。我是刘阿汉，我们下一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